力也是非常的大，从防守开始做起，也一样能够给球队非常好的一个贡献。没错，那也问到他的这个Hammerman 的奖项，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是他说？他说这个奖项要拿到是非常难啊，但是500块奖金他是非常想要，对，我也想要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待会有赛后奖评。